It was better than anything I've ever had back in America. 台湾到底多好玩？亲身体验过才知道。洛城十八台应广大观众要求，再次与台湾观光局合作推出了主播带你游台湾 Part 2，心动一百，感动满满。我会带您去探访台北、台南等米其林三星城市，还会去畅游日月潭、中台禅寺、高雄、花东原住民，还有太鲁阁美景，甚至还要到宜兰去亲手放天灯哦。心动了吗？赶快打荧幕上的电话报名或查询详情吧。